三次机会，没死我就去找鸡。您说话算数。 被球砸中也是死，过河也是死，你弄错了吧？没有。那我怎么玩都会死啊？对。那这个游戏是必输了。对。那为什么让我玩？那你不顺眼。你是不是不敢教？每天天抱着个电脑敲来敲去，搞得自己跟变成大师一样。 作为交上来，大家一看，代码全是八个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交，对不对？对。作业是什么？三个数找最大值。这么长，我怎么不到十行呢？这。 病毒吧。林老师说了让你帮我记。刚刚我在办公室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这都记不住。我记住了，我也听不懂。哦，你是听不懂。 是我们是一个集体嘛，你还是要多考虑考虑大家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答应了？答应什么呀？我手机没了，开门了。 喂，你已经来上早自习了，什么？你这穿的什么衣服？你要小心哦。 我小心什么？因恨生爱。不可能！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关注，你以后不用这么悄悄关注我，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 喜欢李旭，我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。真的，你看，我刚刚在人人上发了声明，这下你总相信了吧？对不起，我不该惹你生气。朱韵，你这个骗子！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，跟大家解释清楚，我们根本就不是那种关系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既然我们不是那种关系，我为什么要？ 你敢打个赌吗？下下周是期中考试，我们赌一次。赌就赌。逻辑。什么逻辑？你喜欢你的短代码，有的时候。 过于追求简洁，反而会影响逻辑。你再检查一下。可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写短代码？因为你无聊啊。
走了。你要走了？怎么？还给我。哎，行啊，没百科书本。后悔和我比了吧？你给我看看你的。看不懂别硬看，这憋坏了。你好好想一想，如果你真的喜欢编程，我建议你去立讯那儿试试。课代表，是不是应该听老师的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来不来？你来，我请。你是人生的人，公主，能说的话再说一下。不是，我真的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身后。